大家好，欢迎收看今集的《警民同心》，我是梁浩然，我身边这位是林美仪。正如上集的预告，今集是特别加长版，和大家呈现保安部队和部门背后的真实故事。是啊，今集分别会有10位同事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工作情况。而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的大日子，我们就由治安警察局特警队的护旗手开始讲起。由2000年10月1日澳门回归之后第一个国庆日开始，我哋升旗队喺今年花广场负责日常嘅升旗工作，亦都系风雨不改。护旗队喺出发之前会将国旗同埋区旗整齐咁样接好，国旗嘅大星星会呈现喺旗面，而区旗嘅莲花图案亦都会呈现喺旗面。这个接法系有特别嘅意义，系嚟自我哋第一代升旗队队员所创作出嚟。每日升旗队嘅工作会由11个人去完成。如果遇到国庆日或者回归日，我哋升旗队嘅队员就会全员出动完成相关嘅任务。面向旗杆嗰一位，我哋称之为升旗手。升旗手要对国歌嘅节拍非常之熟悉。当国歌奏起嗰一刻起，升旗手会按国歌嘅节拍拉动旗绳35次，一格一格咁样将国旗同埋区旗拉到旗杆嘅杆顶。升旗手要确保每一格嘅距离都系一样。因为要确保国旗是要比区旗高，并且保持在半支旗的范围之内，而抛旗手是会按特定的节拍将国旗和区旗同时同步地抛出去。抛旗手要注意的是抛旗的力度和角度。护旗的工作看下去好像很简单，但在背后亦都经过我们每一个队员无数次的训练和练习，才可以将每一个细节做到完美。我可以在升旗仪式当中让国旗和区旗随着国歌伴奏之下迎风飘扬，这份是我的职责，亦都是爱国情怀的一个表现。身为升旗队的队员，可以参与大大小小的升旗仪式，这份是令到我自己感到十分之自豪和骄傲。消防员除了日常训练以及大家熟悉的工作范围之外，其实还要修读一些相关课程，例如紧急护理证书课程，当中亦包括紧急分娩的救护技术。今次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曾经处理过一单紧急分娩嘅情景。救护车去车。早上7:25，消防站接获控制中心通知，要派出一辆救护车出发接咗一名孕妇。我就随即带同3位队员赶往现场。除咗带同常规工具之外，仲会带同孕妇套装，包括脐带夹、黏液抽吸器、消毒手套、覆盖被单、软垫、毛巾等一次性经消毒密封的工具。地址是河边新街新福花园30楼 B。 到达现场之后，孕妇瞓在梳化上面，她说腹痛比较频繁，以及有穿羊水的情况。有没有跌亲过太太？没有啊，好痛啊。而家太太第几胎啊？而家我哋即时为佢进行卫生指数检查，即系检查孕妇嘅血压、脉搏。检查一切正常之后，我哋随即将孕妇扶到轮椅上面。但系当推到电梯大堂期间，孕妇话：我要生啦！我哋立即上前进行检查，发现有着罐嘅现象，即系 B B 嘅头部外露于母体。如果当时唔及时处理，孕妇及胎儿都会有危险。但由于当时大厦嘅卫生各种因素嘅关系，於是決定將孕婦推翻入屋，進行緊急分娩程序，同時通知控制中心代為通知醫院及司機作出相關的準備工作。你注意一下呼吸，慢慢放鬆少少，控制住自己的呼吸。為免孕婦過分緊張導致心理性休克，我哋一邊安慰佢，同時間將雙手消毒，換上手套，一邊引導佢生產。1分鐘 ，B B 就出世了。當時印象最深刻是孕婦用她僅餘的力氣跟我們講聲多謝。這對父母事後還寫了封感謝信來消防局多謝我們，好有心地寫了一首詩，見證著生命的誕生。我那刻很感觸，很開心可以用自己的專業幫到市民。在2018年，我們澳門各個口岸的出入境人流量是達到了1.79億，而單關閘是超過了1.35億。
面對咁龐大嘅人流量啦，我哋嘅前線咧嘅工作咧係充滿挑戰性嘅。除咗檢查櫃枱之外啦，我哋亦都係查驗車輛嘅工作。我哋咧每日咧查驗嘅車輛嘅架次咧係超過咗2000輛嘅。咁咧而我哋亦都係啦，有好多我哋會派住同事啦，會喺口岸啦，喺周邊會巡邏。當發生咧人多擠迫嘅時候啦，我哋會實施個人潮管制措施啦。同時間咧，每日咧亦都要處理好多投訴啦、解答疑難啦、突發事情等等唔同性質嘅出入境工作。喺2013年，我初次以主管嘅身份啦，被派駐關閘口岸工作。喺2016年期間咧，我見證住關閘嘅人流量不斷咁樣攀升啦。而喺最難忘嘅一次就係發生喺2016年4月30日。在各個口岸發生了廣泛性電腦故障事件，我相信大家都是記憶猶新的。當天其實情況很嚴峻的。第一，因為電腦系統我們不知道何時會恢復。第二，當時是正值關閘的出境繁忙時段，而關閘出境繁忙時段一小時是可以超過29000人次出境的。那可想而知，當時在關閘內外積聚了多少的客流量。第三，當天亦都落著傾盆大雨，很多市民和旅客亦都顯得非常之狼狽，但因為電腦系統出現故障，辦理每個通關手續由原來20秒延至2分鐘，所以需要加開所有櫃枱通道嚟盡快辦理出入境手續。當時我哋嘅人手的確係唔足夠嘅，但亦都好彩，當時正值頭間下班嘅時間，有幾十名同事向值日表示自愿留低協助清關嘅工作，更有一啲同事係放緊假嘅。一收到消息之後，便立即趕回關閘去幫手。我當時非常之感動，亦全靠領導同埋同事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喺430事件冇發生過嚴重事故同埋傷亡，對我嚟講係大家同心協力，成功咁樣處理咗一件緊急嘅事件。少年感化院從屬於懲教管理局，負責執行第2/2007號法律。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裏面的收容措施，為年滿12歲而未滿16歲時犯法，被法院判收容措施的青少年提供教育，協助青少年重建正確價值觀和生活目標，重新融入社群生活。每一位被收容的青少年會接受密集而且系統化的紀律訓練，以重建守規自律的價值觀念。另外，青少年亦接受文化教育課程和職業訓練課程，擴闊學識技能。輔導方面，每位青少年由一名專責的輔導人員負責跟進。其實很多青少年入感化院之前對讀書失去了動力，失去了盼望，但入院之後他們重新參與讀書，對將來的學業重新盼望，憑著努力，有些甚至拿到很優秀的表現。有些青少年為了完成完整的一個學年的學習，主動要求留院，讀完書才走。在我眼中，他們這些行動是實實在在的一場蜕變。記得入院的時候，見到很多家長的情況都是很擔心和無助，忍受著骨肉分離的傷感。但經過1年至5年不等的時間，青少年完成了感化院的訓練，每個家長都是滿懷歡喜地重新迎接年輕人回家。家長的反應都是對青少年改變歷程的一份肯定。我們經常接待外來團體的參觀，會聽到來賓對我們的青少年有一個評價，覺得他們精神面貌很端正，對他們曾經犯法的經歷感到難以置信。其實我們陪伴青少年面對困境的歷程中，我們會不斷地聆聽、理解、支持和關懷他們，給他們機會，讓我們有幸見證到一個又一個被收容的青少年得到改變，能夠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這個是我作為心理輔導員最開心的地方。海關潛水員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工作，能夠成為一名潛水員參加颱風山竹的民防行動，是我整個海關生涯至今最值得自豪的事情。當初成為一名潛水員是希望自己有能力幫助市民，但一開始家人是非常反對的，因為我初為人父，年紀也都較大，一方面擔心我的身體可不可以應付到艱苦的訓練，而另一方面也都擔心我的安危。不過我一直很堅持，經過努力，在2018年我正式成為一名海關潛水員，而就在那一年，我們澳門迎來了超強颱風山竹。
我作為新入職的潛水員，過往沒有經歷過大型救援行動的經驗，當人在後營室候命的時候，難免會感到緊張和擔心。擔心的是自己有沒有能力可以應付這麼艱巨的拯救工作，亦都擔心家人在家是否安全。但當我們接到第一種求助的時候，感覺到長久以來的準備、艱苦的訓練必須在這一刻展現出來。我們很清楚即將面對的各種情況，而這一刻市民是極需要我們的協助。當我們完成整個救援行動回到候命室的時候，我收到家人傳給我的一條訊息，加油，但千萬要注意安全。那一刻我是非常感動，由一開始的不理解到自己的堅持，到刻苦的訓練並成為一名潛水員，我終於得到了家人的肯定，同時亦都堅定了我作為一名海關官員保護市民生命財產的決心。咁為咗落實科技強勁嘅保安施政方針，推進安全城市嘅建設，保安司委派警察總局統籌保安司轄下相關部門咧，組成咗專項嘅工作小組，聯同建設發展辦公室，並且同其他公共部門咧積極咁樣合作，共同推進全澳城市電子監察系統，俗稱天眼項目嘅建設。咁面對項目各種唔同嘅挑戰咧，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喺公共道路安裝鏡頭嘅施工環節啦。當時安裝鏡頭曾經出現了嚴重滯後的情況，面對當時的挑戰，團隊一直秉持著成全創新、共同成長和目標一致的理念。當時主動聯同了相關公務部門的人員，經過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為免道路重複開挖，按照天眼工程的施工特點，選用了針對性的方式推進項目的建設，讓原本滯後的安裝工程亦都能夠加快推進的步伐，確保了項目在指定的時間裏面得以完成。我在1996年加入司警隊伍，在20多年的刑偵生涯入面接觸過數不清的案件。我還記得在入行沒多久，有一位資深的前輩曾經說過，人命攸關，你加入大案科就要找出兇手，令到死者可以沉冤得雪。自此以後，每逢遇到命案，這番說話都會在我腦海入面浮現，鞭策我必定要將兇手繩之於法。最難忘的是2001年3月12日的下午，有人在中區龍松街其中一個小型的垃圾桶裏面發現一具南亞裔的男性屍體，當時除了垃圾桶之外並沒有其他線索，亦找不到兇案現場。經過排查之後，最終我們鎖定了一個出租的地牢單位，在業權人的協助下，我們進入到這個單位進行現場勘查工作。儘管單位曾經被人清潔過，但是我們依然在單位裏面檢獲關鍵的線索。我們根據資料捉到一名嫌犯，落口供的時候，嫌犯表示與案件無關，以及沒有去過案發現場。但是經過刑事技術鑑定之後，我們確定嫌犯的生物性樣本與現場所檢獲的多個樣本完全吻合，有充分證據相信他與案件有關。案發現場是千變萬化的，在混亂和惡臭的環境裏面，一些細微的東西都可以是足以偵破案件的關鍵線索。我們除了要學習前輩的經驗和知識，加上對案件的觀察、分析和行動之外，我們更加要與時俱進，不斷進修和引入最新的刑事技術，以科技支援刑偵工作，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為了應對社會高速發展對消防工作帶來的挑戰，消防局積極推動公關警務的發展，讓市民了解消防局的工作，明白消防安全的重要性，從而提高對消防局工作的配合度。除了在每年的四月在消防局總部舉辦開放日活動之外，消防局平日亦會主動走出去到不同的社區、學校舉辦消防和救護知識推廣活動，並且定期走訪不同的民間團體方會，就社區的消防安全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和交流。我們更加在2017年創辦了社區消防安全主任聯絡機制，合共培訓出196名的社區消防安全主任。同時，我們由2017年開始，每年都會舉辦消防局與傳媒座談會，總結過去一年的工作，分享未來的工作計劃，並且積極交流了解傳媒的需求，以更好地在未來優化同傳媒的相關工作。在青少年培育方面，消防局在2017年開始舉辦走進校園防火推廣活動、基礎救護知識推廣計劃，以及在暑假舉辦消防工作體驗班。而在今年4月，我們正式成立了消防少年團救護小先鋒，透過救護、滅火、拯救的培訓和公民教育項目，令青少年學習消防和救護的基礎知識，同時引領他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服務社會的責任感。隨著公關警務的持續深化發展，市民對於消防局工作的配合度的確是有所提升的。
近年我哋嘅火警出勤总数咧系维持喺1000宗到1100宗左右相对稳定嘅水平，当中唔需要开消防喉灌救嘅火警比例亦都逐年上升。唔少案例更加是由物业管理员同埋市民利用灭火设备成功将火扑灭，呢啲情况亦都充分反映住警民合作嘅成效。我喺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工作已经20年啦，我嘅工作主要系按各警务部门嘅要求设计建立新嘅资讯系统，同埋保持现有嘅资讯系统运作顺畅同埋适时更新。以往我主要都系做一啲应用程式咧，澳門保安部隊內部使用的，例如我們自己局、治安警察局、消防局等等。但近年互聯網和智慧手機普及，現在就做多了給市民用的網上服務和手機 APP， 例如好像是電子抄牌機早期的發展，大約是2005年治安警察局已經有用流動電子設備代替紙筆抄牌這個想法，後來智能手機普及，可以影相，有 GPS 定位，有 3G 數據網絡，很快我們就可以在智能手機平台上面開發了電子抄牌 APP， 效果是相當不錯的。金融情報辦公室在2006年8月正式成立，根據多年的實踐經驗和國際組織的評審意見，金情辦在2018年10月正式改為隸屬於保安司司長轄下運作，但職能就仍然維持不變的。我們主要的職責是對有關反清洗黑錢和反恐怖活動融資方面的金融情報分析工作，另外我們也需要持續對國際標準方面進行政策研究的工作，而我的工作就是金情辦其中一個重要職能，應對國際組織的工作。澳門特區政府在2001年5月加入了亞太區打擊清洗黑錢組織成為會員，簡稱 APG。 金情辦除了要跟進日常的會務工作之外，平均每10至12年就要面對一項重要的挑戰，就是國際組織對每一個司法管轄區在打擊清洗黑錢和恐怖活動融資方面的綜合能力進行一個相互評估的工作。在2017年12月 APG 的相互評估報告入面，澳門特區政府拿到優良的成績，成為 APG 高評級的會員之一。現在特區政府只需要每2年提交一份跟進報告。 APG 在今年10月公布的成績當中，澳門特區政府在法律技術性合規方面獲得全部合格，這個令人非常鼓舞的成績，令到澳門特區政府可以在全球多個已接受評估的司法管轄區裏面，成為第一個以全部合格的評級通過所有40項技術性合規國際標準的會員，印證了澳門特區政府對反清洗黑錢和反恐怖活動融資工作的高度承諾和打擊這些犯罪的決心。我都是非常感動，非常感恩，也都有很有感觸。感動是什麼呢？大家不論是來自哪個部門，不論是什麼職位，都是全力以赴，非常投入，充滿熱情，對自己的職業呢充滿熱愛，是非常感動。第二個是感恩，感恩是什麼呢？我們有這麼優秀的同事，不論是什麼職位都好，都是這樣投入，都是這樣熱愛自己的職業。感觸呢是各位同事呢在這個工作過程當中是犧牲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屋企人，對自己的職業呢起初的時候呢都是有些不理解或者不支持，但是到最後呢都是對大家的熱心和這種服務精神所感動，去全力的支持。因為聽完大家的這些分享呢，我其實覺得各位已經做到了，但我借這個機會呢都跟大家說我的一些要求。第一個叫敢以擔當，第二個是善於改革，第三個叫精於創新，第四句說話叫樂於助人，還有是優於服務，最後一句說話亦都是我們今天的重點的重點，守護使命。看完10位同事的工作分享，相信大家對保安部隊和部門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是啊，而在早前保安司黃少澤司長就公布了2019年1月至9月澳門罪案統計和執法工作數據，整體犯罪數量基本上和去年的同期持平，一起來關心一下。今年頭9個月本澳治安環境保持穩定，整體犯罪的數量基本和去年同期持平。
各類型的犯罪有不同的升降幅度，嚴重暴力犯罪繼續保持零案發率和低案發率。今年頭三季總共有兩宗的殺人案，全部都是發生在上半年。兩宗的命案都是由本澳警方透過俗稱天眼的全澳城市監察系統，第一時間鎖定疑犯的蹤跡，之後在內地警方的協助之下，迅速將逃往內地的兇徒緝拿歸案。案件的偵破過程當中，天眼系統以及本澳以內地的警務協助機制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雖然兩宗兇案都是迅速偵破，但警方仍將繼續加強對換錢黨、密淫集團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並高度關注相關因素對本澳治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部分的犯罪好像主要發生在娛樂場周邊地區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暴利和將假貨幣轉手等數量就略有上升，相信和警方大幅度增加對上述地區的巡查次數和打擊力度有關。今年頭九個月搶劫案總共是61宗，其中在酒店範圍和街頭僻靜的地方發生的搶劫案數量較多。黃司長指出，警方因此加強了酒店和周邊的巡查和打擊換錢黨的力度。今年首三季總共有5宗奸淫未成年人的案件，被害人均自愿和他人發生性行為，而對兒童的性侵犯總共有11宗。頭九個月強姦案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3宗，過半數案件的受害人和嫌疑人都是非本澳的居民，而且多數發生在娛樂場和周邊酒店的房間裏面。有些案件更加不排除涉及性交易所衍生。黃司長表示，警方對上述案件高度重視，已經加強娛樂場和周邊地區的巡查和進行相關的宣傳教育，同時警方亦協助教育部門舉辦講座，提升中小學生的自我保護意識。電腦犯罪方面，增長的趨勢較首兩季有所放緩，其中涉信用卡網上消費案件佔比仍然是最大，總共是錄得83宗。黃司長表示，打擊電腦犯罪法的修改和完善工作繼續順利推進，修改之後的法律將會加大對偽基站和泄露電腦安全漏洞等犯罪的打擊力度，保障本澳居民財產和個人信息的安全。今年頭九個月總共錄得販毒案同比微升3.3%，其中涉案香港居民比去年同期增加27人，疑犯中以無業的青年為主，因被香港販毒集團以高額的報酬利誘而挺而走險。黃司長透露，粵港澳三地的警方和海關近年來持續加強合作，建立聯查聯防和聯控的機制，多次開展針對跨境毒品犯罪的聯合行動，跟查毒品的來源，壓止跨境毒品犯罪和瓦解販毒集團。對於博彩業發展對澳門治安影響的評估，保安當局一至九月開立有關博彩的犯罪案件，較去年同期上升了19.5%，數字上升主要是因為警方保障各項慶典和大型活動的順利進行，對有關博彩場所加大了巡查的密度，並沒有跡象表明相關的犯罪擴散至娛樂場外。博彩業的發展至今未有對澳門治安形勢造成負面的影響。本澳博彩業穩步發展，未有對澳門的總體治安形勢帶來負面影響。然而隨著年底澳門回歸20周年等慶典大型活動和假期的臨近，旅客數量預計將持續增加，從而帶來更多影響本澳治安的不穩定因素。我們絕不能對賭場內的治安秩序和安全風險掉以輕心，為此保安當局將繼續關注和適時評估博彩業對本澳治安的影響，加強與博彩監察協調局和業界的溝通與合作，定期開展巡查和警務行動，適時調整部署以預防和打擊博彩犯罪，保障本澳社會的安全、穩定和祥和。今集的警民同心就到這裡。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的大日子，接住下來就是聖誕和元旦等等的節假日，在這裡祝願各位節日愉快，新年進步。沒錯，而在這些節日裏面，保安部隊和部門人員都會一如既往繼續維護社會治安和秩序，保障市民的安全。今集也是2019年最後的一集，在2020年，警民同心將會為大家帶來更多精彩的內容。
明年再見。再見。